子今年啊、第一批大货马上就到了啊。由于胖哥没有在三台嘛啊，我就过去要请爸爸帮一下忙啊，卸一下货，现在过去找他。现在到妈妈他们这个店里了啊。爸爸，说吧，你刚才喝了吗？你笑不笑啥子？喝了你再说，走吧走吧。我们那个货到了，龙娘也没在，我们请你帮忙下下货嘞。要得。嗯，饮料和果冻到了几十件。你哪儿做那个德行？做西摩喉咙，你莫喊他西摩喉咙不得行。我爸爸真的是好可爱，我说喊他走，他就说走吧。他说做喉咙，他说走吧。你喊他做喉咙，肯定做。嗯，走吧，妈妈你再去走吧。然后爸爸，我还是请你喝杯水啊。你看那一点货都没得过了，快来听一下。太少了，多了货得装得装不到。就是太少了的嘛，我说把今年子合同到期了，我再重新出。先出个大点儿子的啊。嗯，包货不好发的，绑起来了，全部都摆在外头，感觉就便宜了。不咯，应该还好点给咱的。龙娘爸爸也在说这个仓库太小了，我尽量给我们应该来放。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马上要到了露肉的季节了啊，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瘦身，因为过年这段时间大家都是吃吃喝喝的啊，该减的还是要减啊。好了，现在吧货也搬好了，老海我给你买瓶水啊，今天辛苦你了，你来走哈。买瓶水也要，买瓶水也要。解脱啊，把你桌子买买点水果喝嘛。那是请你喝水，晚上请你吃饭啊。啊，过来，我家走了，马上要去了啊。哎呀，等会，那你先过去嘛。嗯，慢点哦，拜拜。哎，好了，有货了啊，我现在又开始打包了啊。今天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啊，朋友们。拜拜。